乱世中置身于虚迷，笑而谈何容易，一心为众生逐名义，即是留谁的谜。日落暮息，匍匐天命，坦然消失在风里，豪杰如天命，妒忌常有心，生死无需在意。人海找不到你的身影，与相思永世相传，解不开乱世恩怨，救不出儿女情短。星辰停留在云的那端，迷失于战乱之晚，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牛俊已死，现在我宣布乔震天获胜。等一等，你们为什么要用炸弹？他犯规不能算他赢。嘿，你哪头的？乔振坤，礼物规定不可以使用暗器。乔震天没有使用暗器，他是明着拿出来的。对，愿赌就要服输。无耻！既然你们不择手段，那我也不顾规矩了。乔振坤，你不想你儿子死掉，就立刻带你的人后退。树患有沉疴宿疾，圣果大多腐烂消失，只剩下一枚圣果，拿来给我。给我三天时间，三天以后我把圣果送到你手里。行，只要你做到，我立刻退兵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定将你们神木族夷为平地。哼，
震天，你怎么来了？给您上药了。啊，谢谢。有一个名人说过，你要找一个爱你的人，而不是你爱的人。震天，你为什么不珍惜我呢？星辰，月影怎么样了？星辰，我是不是死了？别瞎说，你活得好好的。月影，有星辰在，你不会有事的啊。月影，是我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一定要帮我照顾我父亲。不要这样说，月影。有星辰在，你不会有事的啊！你好好休息。就算我用青囊术给他输入真气，月影也活不过今晚了。难道我们就这么看着月影死吗？只有圣火才能救他。星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走吧。星辰。这个样子，他们应该认不出我来了吧？开门！耿志，站住！站住！阿火，哎，星辰，圣火拿到了吗？圣火拿到了，赶紧去救月影吧，自己小心啊。
月影，这回你有救了。被盗了！什么？这怎么？族长，会不会是那些外族人和乔振坤，因为只有一枚圣果，怕分赃不均，才先下手为强？不是说三日之内给他们圣果吗？他们怎么还来抢？族长，我得到消息，石虎要去偷圣果，为了救月影。什么？他胆子也太大了！来人，给我去捉拿石虎。是。岳坤，如果这件事情属实，你也难逃包庇的嫌疑。对。跟我们走，走。月影，你们来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抓他？放开他！是虎头圣果，罪不可恕。这个果核就是证据，带走。走，石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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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大的胆子！你身为守卫长，为了一个女人，竟敢置全族上下安危于不顾！来人，给我推出去，斩了！慢着，父亲，圣果是我偷的，跟师虎无关，要斩杀我吗？他为什么要偷圣果？族长，这件事跟少主无关，是我一个人干的。我假扮外来人，我盗取了圣果，跟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请族长明鉴。父亲，我们偷圣果也是为了救月影，望您能开恩。再说此事若是斩了石虎，我们又要失去一员猛将。族长，少主说的对，不如让石虎戴罪立功，等此事一过，您再另行发落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给我押下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圣果没了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父亲，乔振坤和汉斯都没有见过真的圣果，我们可以做一枚假的给他们，这样我们能有喘息的机会。星辰啊，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？虽然是招险棋，但也只能如此了。族长，那你看派谁去送假圣果呢？让石虎去吧，可以戴罪立功。汉斯，你看，这都是我们最新的武器。嗯，
不用担心。既然汉斯教授都答应了要帮你们治病，为什么还要这样？别人的性命就不是性命吗？那个圣果是自然中生长出来的，凭什么他们神木族的人就独占独有？说得对，神树也不应该属于他们，应该属于全世界。我劝你们，见好就收，不要白白枉送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，我不会让更多的人白白送命。我这只是战略上的震慑，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如果拿到圣果，自然会收兵回去。好，叔叔，希望您说到做到。爹，这个女人真厉害啊！云超，真天。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我不想耽误你，所以我必须得说。我，你知道。我不想听。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会继续对你好的。你娘因为救我爹而死，我不能让你重蹈覆辙。放心吧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要我爹收手。站住！我真心的希望接下来我们能一切顺利。放心吧，教授，一定会的。汉斯教授。我曾经吃过。
师傅，师傅，星辰，师傅让我把这个圣果交给你。师傅可真厉害，做得一模一样。师傅让我告诉你，这个圣果需要不断的输入灵力才能维持现状，一旦超过六个时辰就会恢复原形。六个时辰足够了，我先走了。星辰，咱俩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你没有话要对我说吗？时间紧迫，阿华还等着我呢，走了。星辰，星辰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星辰，星辰，一定要让石虎去送那个假圣果吗？这也太危险了。是，等会儿，别争了，阿虎，我从外界带了一点东西，你应该会派上用场。星辰，你们在这好好待着，等我回来，别让人发现了。星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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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辰。送圣果，石虎，哎，别开枪！石虎，你怎么来了？云城，你还好吗？什么人？哦，这是石虎，神木族的。东西拿来了吗？乔振坤，咱可是说好的，我把圣果给你，你们立马走人。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真是假，有没有毒啊？给教授看看吧。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验证。
石虎，石虎，石虎，把他抓起来！是。石虎，孩子，进去。星辰，嗨，齐飞。星辰，怎么回事啊？陆星辰，刚才的石虎怎么变成你了？拉出来。厅长，是陆星辰。在哪？吃了。谁吃了？我吃了。我吃了。你真的吃了？是啊。啊，你这么想，这么珍贵的一个东西，怎么能放在狗肚子里呢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那我今天就把圣果从这个狗肚子里拿出来，打！银子给我，表哥。爹，你就听我一句劝吧。这时辰已经到了。星辰怎么还没回来？坏了，要出事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等等我！再打会出人命的。少爷。
谁敢打他？跑不了，交给我。我操！啊，我跟上。师傅，师傅，阿虎，师傅你没事吧？师傅你怎么了？师傅，星辰，星辰，星辰，这跟子韬跟我上次中的是一样的，有剧毒。怎么办，星辰？我们怎么办？师傅，师傅，只有圣果才能救他，可我们没有了。不会的，肯定有办法的，肯定有办法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要死啊！不要扔下我一个人，师傅。月儿。死在你的怀里，我知足了。师傅，不要说这种话。师傅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永远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的。长短一样。